抬杠啊！那你们想坐，要能坐我就坐，好吧？能坐我就坐。打王子，能隔热啊？打钞票可以吗？好好好。解一下，没问题，我要解了。他说你一个人帮我喊三秒钟，我就傻。三二一，还是有三秒？三，我先跳一下，我试一下。OK OK。三，你又下去，我怎么解？不要解了，不要解了，都讲嘛。